来来来，给我答案一下吧，Venice 还有 Alicia，我们再等一下大家进来先啊，OK？ABC 就可以了，给我，14题哈，OK，等我一下下啊，大家准备一下啊。OK，好了，来我们讨论这去了哈。OK，第一样，I，我。一个人嘛，说 I，你可以想回去，你已经会的东西，I like，I go，对吗？是没有 S 的哦，啊，就是了咯。所以 I enjoy 咯，I enjoy reading and surfing the internet。我喜欢读书，阅读啦，我喜欢阅读，我喜欢，哎，大家也是可以注意看这个，上网叫 surfing the internet，浏览网站这样的意思，就是上网啊，surfing the internet，用 surf 的，你知道吗？surfing 其实是。叫什么呢？在海边滑板、冲浪板啊，我们叫 surfing 哎。可是啊，就是在就是上网啊，浏览网站，我们叫 surfing the internet 的啊。这个字你可以用，OK？接着啊，the audience，听众们啊，support the singer a standing ovation。这个听众啊，是算是一个什么一整群的听众啊。诶，可是这个有点特别，OK，这个有点特别，我看一下啊，哇，这样厉害的，本来他讲，给他们，他给那个歌手啊，a standing ovation，就是全场起立拍手，那个叫 standing ovation，有华语的吗？哈，看一下有华语的吗？standing ovation，我不好华语讲，全部人站起来然后拍手的，我们叫 standing ovation，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对于一个演出者来讲，他是一个很最高的一个荣誉了咯。如果你表演完全场起立，然后拍手，OK，ovation 的华语就叫欢呼、热烈鼓掌。Standing ovation 通常我们如果这样一起用啊，你找我意思哦，OK？所以我只写 ovation 啊，就是喝彩，喝彩也是可以了哦，起立的喝彩。所以这个啊答案呢、啊，因为他讲了 at the concert yesterday 是 gave 来的，因为已经过去了，很好。所以这里有掺杂了一些past tense 啊，如果你看到是过去了的，你要用 past tense 啊，很好。OK，第三呢、啊，大家也可以给我答案了、啊。The pedestrians 那些行人们哦，什么 patiently at the zebra crossing for the traffic lights to change，所以他们很。耐心的在等待，OK，等那个什么啊，在那个 zebra crossing 那边等待，OK，等那个灯，转青灯这样咯，OK，这个的话怎样啊？The pedestrians 什么 patiently at the zebra crossing for the traffic lights to change？哎，其实这个有几个答案哦，我觉得，OK，如果是在讲，我看啊。Wait patiently，我觉得这个是 waited 啊。你们有其他答案，你可以给我讲啊。看你的意思，他是可以接受的。OK，其实 wait 是可以的。可是如果是 wait 的话，就是讲它是 present tense 哦，就讲它还没有过去，这个是每一天发生的事情。OK，可是我又觉得不会每一天都有人那么耐心的等啊。如果是有一个，他就没有什么耐心啊，他就是哦，他就说这个不是每一天还是一直都在发生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会用 wait 比较适合啦，虽然没有讲到过去啊，说这个我们可以当它是过去啊，说虽然他没有讲到这个是 yesterday 啊，还是刚才啊，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讲述一个事情的时候，多数那个事件已经是我们看到了嘛，对吗？已经过去了咯，OK？不过 wait 是可以啊，是可以啊，OK？OK，第四，a few students decorating the stage，这个你用什么啊？可以 type 给我啊，大家，我没有交名啊，不过你可以 type 给我。A few students 什么 decorating the stage，他们在
在装饰那个舞台啦。啊，说好有几个学生，当然就是对啦 ，are decorating the stage。然后 is 啊，其实是现在正在，大家知道哦。我顺便讲一下这些词，这些 tenses 啊，啊，现在正在，他们正在装饰舞台，很好。Each guest 每一个来宾啊，什么 given a program and ushered to their seat。一个 program 其实是一张纸啦，关于等下有什么节目啊，这样咯，好，然后就被带去他们的位置，带去他们的位置啊，他们的 seat。So each guest 每一个算一个哈，所以你现在懂了啦，每一个我们算一个的 ，OK？ 这个用 was 啊，不可以用 had have 啊 ，had given have given 是他们给人家哦。如果 was were given 啊，是被给予。你知道吗？啊，这个 A B 跟 C D 啊，有点差别的。So 看前面是什么了 ？Was given 也可以 ，were given 也可以。很多人的话 ，were given 哦，是被给予的意思哦。Had given 还有 have given 啊，是给人家的意思哦。啊 ，OK， 所以第五是 A 来的啊。OK， 第六 ，they 什么 insufficient funds？insufficient 是不够的，不足够的。OK， 的这个钱呐、啊，资金钱。钱钱钱 ，money money， 哎，放这个六啊，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买更多的书了，给那个儿童的图书馆呐、啊，啊 ，they 有没有我们用 A 或 B 对不对？这个你懂了啊，所以答案是 they have 啊，对哦，啊，有没有我们用 has have 的嘛？第七 ，either my sister or my parents。啊，这个你会看了吗？来来，大家 everybody， 这个第七题的，啊，升 level 了，升级了，那个题目 ，Okay， either my sister or my parents， 如果你该有听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要用什么 ，going to accompany me to the audition， A 还是 B， 不用看 CD 了啊 ，A 还是 B 啊，来来来，everybody， 再来 everybody 多一点人 ，A 还是 B。啊，我们到底要算一个还是算多个 ？Yes， 很好。该你有听的话，你就知道，其实不止 either or 啊，那些是啦，就是 either or 了啦。对，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后面那个，这个多就算多了。看后面那个啊，这个多你就用多的了。子辰 OK 吗？该你去洗杯的时候来的这个 either or 的情况下 ，or 也是的 ，or 的情况下也是，看后面那个的。OK， 哎，子辰，你又去洗什么了？洗杯、洗碗，不在，有在吗？我翻了啊，有没有看到我反应？哎 ，OK 啊，大家，阿赖 OK 吗？阿赖 ，OK 啊，第七啊，第八 ，several cows 是个很 ，several 就是好几个了啦，哈、啊，by the pond， 他们就在湖边这样咯 ，are by the pond 啊，对吗 ？OK， 第九 ，every member of the Tan family。所以呢，他讲成家的每一位成员都在穿着浅蓝色的帽子 ，OK， 都在穿戴着浅蓝色帽子。来，大家第九题什么答案啊 ？Everybody， 第九题的答案，每一个成家的成员很好。再来第九题 ，Bosco 啊，子辰 ，Annabelle 很好，维康。每一个啊，他讲成家成员的每一个成员啊，我们用 A 还是 A B C D？ 我看一下，正在穿戴啊，所以你看 A 还是懂 B 罢了。维康、嘉全，很好。每一个啊，子辰，OK， 看啊，每一个算一个，记得啊 ，Every 啊，每一个算一个。OK 啊，可以啊这个容易记的，平时你知道 grammar 我都不会教你背的，对不对？我讲哎呀，这个你不明白就算了，我们读多几次，可是今天我没有讲这句话，因为这个是可以背的，记得每一个算一个 OK 啊。好，接着 mammals， 哎，这个叫什么了啊，哺乳类啊，对不对？ mammals 什么 through their lungs， 呼吸用他们的肺，这个已经还蛮明显的是多人了 their lungs mammals 对吗？所以我们用 mammals 呼吸
用肺 breathe through their lungs， 不可以 S 啊，多个不用 S， OK。 然后这个不可以讲，不可以用过去式，你知道做梦吗？我们在讲全体的所有的哺乳类，哺乳类用肺呼吸，过去了吗？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啊，对不对？所以它一直都在发生的，我们要用 present tense。 present tense 的难度就在于要不要用 S， 所以多不要用 S， OK。 动物你要小心啊，有时他讲 the elephant、啊、你看他前面指的那个动物多不多了、啊、就这样 OK。 11题，会用什么啊？ 5 pages of mathematics homework to complete this weekend、啊、他这个周末呢有五页功课，五页数学功课 OK。 还没有过去的这个，所以这个也是简单的啦，一个人啊、哦、这我都不用问了啦。 has 啊，会用 has 5 pages， 你在后面也是要读啊，虽然你会了的对了的你也是读啊，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不单只是在记 grammar， 你读的时候其实哦你在帮自己记 grammar， 很多时候讲真啊，有时我们不懂的那个 grammar、哦、读到那边我们就知道答案，我们知道 A 是 R 来的，怎么呢？有时我们也不懂了，因为你以前读过，我跟你讲，所以有时你会你觉得很顺的啊，你觉得好像、哦、你做这个有什么啊 OK， several cows are by the pond， I enjoy reading， 你觉得很顺，可是问你为什么用 enjoy， 有时你不懂了，因为你读过你会了，你知道吗？而且、你记到 grammar， 再来你读的时候你可以训练你的那个那个舌头，知道吗？讲话的那一个肌肉，讲另一个语言的肌肉是要训练的。Okay, 啊、第十二 The boys 有 S 啊，多人两就不要，你的动词就不要 S 啊 OK。 Do not want to be late for their first club meeting、啊、他们这个其实 the boys 啊，我们华语没有的直接翻译男孩们，这样的很奇怪是不是？我们是在讲他们啊，就那帮男孩，他们不想要迟到，他们不想要在第一次的这个他们的 club 的会议就迟到，这样吗？ The boys do not want to be late for their first club meeting. OK? 13. You, 什么 not permitted to enter that room without permission. OK? 你不被允许进去，好像你知道 you are not permitted.、哦、你读你就知道是顺的啦、啊。我们不可能用 you is 的吗？因为你没有读过这样的东西 啊, 啊读对的东西啊。You are not permitted. 你不被允许进去啊。OK?Neither Jacob nor Amriel. 14题给我答案一下 everybody、这个要怎样呢？ C 或 D 来的14题 yes 大家14题 C 还是 D? Jacob Amriel 用一个还是用多个？ C 还是 D? 子成你再 try 啊，还有谁啊？维康 everybody、子良 Annabelle OK 很好，子成有吗？ OKVenice, Ally, everybody. 子晨你再 try 啊，有吗？ Jacob, Amriel, C 还是 D? 我们算一个还是算多个？啊， Ally, 子晨回答了吗？看一下啊。哎，子晨 Bosco, Bosco 懂吗？ Bosco.来多一点人先。第十四题最后了 CICD 一个还是多个？一个还是多个？来弄来 everybody OK 很好。你只存在吗？OK good OK 还有吗？还有谁？ OK 来 was 很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后面那个啊，后面那个一个就算一个 yes very good， 就是这样，至少你学到这个东西 OK。Neither Jacob nor Amriel was interested to try out for the school track and field team.、啊、他们两个都没有兴趣，就是去尝试这一个进入这个队啊，这个叫田径队。Okay? 接着啊，所以这些呢、我们可以过后再看了啦哈。其实还有几面呢、啊，哦，还有多一下哦。Okay, 因为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在讲。解释其实他今天的解释很重要，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那边 OK， 这些你可以过后再做啦，我们回来的时候再一起看啦、所以
你可以自己做先 ，OK？ 先我们到这边先。还有什么东西啊？啊，是咯，就这样罢了 ，OK？ 我们下一堂课见啦，大家。Bye bye everybody， 如果你东西已经写完了，你可以退出先 ，OK？ 这个我开着。写完了的话，你要退出，可以退出先。帮你。帮你。